2毛。所以你送我5毛的话，我一天我就有2毛。这里头还有谁花2毛钱的吗？主播，我奔着黑丝来了。那我就必须要给你好好看一下我的黑丝。黑丝是吧？哥，你找对人了，我这黑丝特别性感。他们风中之雪，主播挥舞，能不能有点素质啊？那么呢？那个遗忘，你已经睡觉了吗？遗忘是不是懂？这么多睡那么早，等一下啊！把那个线搞长长了，我就把那线连到进来就点错了，对吧？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你欺负我，告诉你吗？然后把那线搞长长，我就蹲在后面直播，你就看到全身。安然，你出来，安然。他是丝袜大哥，怎么可能？你说哪个女的先穿一条丝袜，然后再把那个内裤穿在丝袜外面，然后我就穿个裙子？大哥，穿到黑色那是丝袜，谢谢。怎么感觉未成年？吃力管，哥哥确实是未成年，这是给小女孩，大家都不懂呢，求力管啊。喊个麦，人家喊什么麦呀、啊？你想一下，人家没有喊什么麦，不怕逼的，没有哦，我又没干好。很多主播都看全身，就是把那摄像头放得高高的，然后坐着直播，都没有被逼的。为什么我要被逼的？开什么玩笑？没有，不可能啦。自麦多少钱？200块钱包邮，给你喊个麦吧，等一下我跟你说，做人很残酷的啊！他们家我为啥门进进出出？哥，你喜欢那种感觉吗？就是我把你扒光，然后点着火，滴着那个蜡，滴在你身上，拿着那个皮鞭，然后抽你，希望吗？喊一个啊！我们喊个，等一下喊个什么的好呢？喊个玲珑塔吧。玲珑塔，不是这么晚你跟我说吃饭，什么时候人气能过8000？明年，今年是2015，2016的时候我肯定过8000。不是我喊这个，擦皮鞭老是天天擦，不擦了，擦够了。刚上深山一秒深，深山大桥几千层，若问老僧别告慢，曾经黄河九成新，500年前轻一秤，一共4500道，老僧大有8个徒弟，8个徒弟各有法名。
名，大图名叫心头乐，二图名叫通头清，三图名叫升山点，四图名叫点三，五图名叫风龙霸，六图名叫霸冷风，七图名叫风水化冷，八图名叫化学风，心头乐猛打心不愣，头心的会转中，升山点会追拐，点三三不会捧僧，风龙霸会打鼓，霸冷风不会念经，风水化冷会扫地，化学风会点灯，老师将门换一换，闪耀将万万不能，老师的一切有了信心，要打徒弟等花名，眼看徒弟要挨打，从外面进来我们有声，武艺有声把琴讲，滑到后面是金龙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层高桌两条土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劳模一口气，那么一个木鱼一盏灯，一个精灵九是两，风和一卦傻瓜龙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土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劳模三口气，那么三个木鱼三盏灯，三个精灵十二两，风和一卦傻瓜龙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土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劳模五口气，那么五个木鱼五盏灯，五个精灵二十两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层高桌二十八的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劳模七口气，那么七个母鱼七盏灯，七个精灵二十八两，风儿一刮闪了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层高桌三十六的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劳模九口气，那么九个母鱼九盏灯，九个精灵四十八两，风儿一刮闪了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一层高桌。十一个和尚，十一本经，十一个劳模，十一口气，那么十一个木鱼，十一盏灯，十一个精灵，四十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个桌，五十二条腿，十三个人，十三个经，十三个劳模，十三口气，那么十三个木鱼，十三盏灯，十三个精灵，四十八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二层，十二层高桌，四十八腿，十二个和尚，十二本经，十二个劳模，十二口气，那么十二个木鱼，十二盏灯，十二个精灵，四十八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层，十张高四条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个劳模十口气，那么十个木鱼十盏灯，十个精灵四十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玲珑塔塔玲珑宝塔第八层，八张高四十条的腿，有十三层，天门我请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四层，四层高桌十六条腿，四个和尚日本经，四个劳模四口气，那么四个木鱼四盏灯，四个精灵十线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二层，两张高桌八条腿，两个和尚两本经，两个劳模两口气，两个木鱼两盏灯，两个精灵九八两，风儿一刮闪完了。那什么玲珑塔，抬头起来看天，抬头看的满天星，地上看的有个坑，坑里看挂着冰。边上看着有颗松，松前看着落着阴，山前看着一老僧，僧前看着点着灯。